什么？你听错了。不，我似乎听到你们说什么生意。这位公子，我们潇湘梦可是从不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你们如若真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请你们离开，免得给我们招惹生非。这位姑娘。 你想多了，我们都是正经的生意人，做的也都是正经的买卖。至于你们这潇湘梦做的是什么生意，那我就不知道了。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 殿下，是不是奴婢坏您的事儿了？我保证，下次我一定夜晚再醉。哼，没事儿，本来这事儿也急不得，等下次我们做好了身份信息之后再去一趟也不迟。嗯。哦，对了，你出宫一趟，去找下裴普和，跟他说，明日午时宣武城门单独见面。嗯。 我倒要看看那个起死回生的捕蛇夫到底什么来头。殿下，裴大人在外面不用叫我殿下。是。爷爷，皇叔怎么在这儿？你是不是打算去吴家镇？这么大的事你居然瞒着我？皇叔怎么知道？这可难猜吗？要不是我留个心眼。 你知不知道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皇叔不是很忙吗？我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呢？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忙了？皇叔昼伏夜出，以身为饵，牺牲色相，劳苦功高，这点小事儿我自个儿就解决了，用不着麻烦皇叔。燕燕这是吃皇叔的醋了。谁吃醋？燕燕放心。 皇叔并没有出卖肉体。殿下，王爷，下官是否需要避一下？没事儿，用不着，走吧，我们去办正事儿。我也去。你去干嘛？保护你。啊！殿下是想去吴家镇，看那个起死复活的捕蛇夫。裴大人很吃惊吗？ 也倒没有，只是殿下千金之躯，怎可以生犯险？不如让下官独自前去。父皇把这件事全权交给我处理，我觉得还是亲自去一趟比较好。可是吴家镇如此荒凉，殿下身边又没有侍卫，若是万一遭遇不测，下官万死难辞其咎。裴大人去过吴家镇，王爷此言何意？若没有去过，怎知荒凉？ 吴家镇就在城外，下官身为京官，又是大理寺卿，知道吴家镇很奇怪吗？
那就是没去过咯。没有去过、哦、那就好。店家，来三碗凉茶。哎，来嘞。三位客官是外地来的吧？我们从城县来，来做生意的。哦，总有城县的人来这儿做生意，只是三位看着很陌生，是第一次来吗？我们是老徐的人，他这次有事儿，我们替他来了。哦，是徐老板的人啊。就说三位面生的很，还以为是走错路了。毕竟我们这儿只有熟人来。哎，三位客官，我这儿新到了一种好茶，不如三位尝尝那种。也好，有劳老板了。你今天脑袋被门挤了，怎么对食物这么没有防备心？你闻味识药的本事还是我教的，燕燕都能分辨得出来，我岂会不知？只是打消那个店家的疑虑罢了。王爷怎么知道这城县有个徐老板时常过来这边做生意？难不成又是算的？那王爷真的可以自荐青天剑一指了？裴大人，这是嫉妒我比你聪明？王爷什么意思？这城县原名徐县，县中的大户十有八九姓徐。哎，我是蒙的。请问这里是吴三家吗？你们是徐老板的人？正是。今晚夜色已晚，你们先进来随我休息一晚，明天我们再谈生意吧。三位爷，徐爷有给你们青罗玉佩吗？以往他派人来，为了证明身份，一进门就会出示玉佩。现在你们还没有拿出来吧？难道你们没有？你在试探我们？徐老板的确有青罗玉佩，但他从不会拿出来当做信物。我在徐老板手下帮工好几年，他差人跑腿，从来只是口头吩咐，从不会给什么玉佩吧。你要是不信我们，那我们走便是了。改天你亲自和徐老板去解释吧。这……但你也知道徐老板的脾气，我就不能保证你不会得罪徐老板了。想和我们合作的人多的去了，我们也不是只能找你。这小哥别生气啊，我只是谨慎行事。你们知道我们做的东西都特别危险，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我看三位面孔都比较深，所以我才再次确认一下。三位爷千万别生气，有话咱好好说。谨慎是对的，只是我这个人不喜欢被人怀疑。下不为例。徐爷这次有多少舍得？照例。好嘞。上次的拍料用的还真快，我以为几位小哥过几日才来。哦，对了，铁叔的石膏粉也做好了，不知道徐爷什么时候要啊？啊，
回头问问徐爷吧，不过希望可能不大，没听徐爷说过，可能不重要吧。不重要，徐爷做的东西蛇胆跟石膏粉的配比是一致的，你们都得取蛇胆了，石膏粉应该也用完了吧。徐爷的意思我们这些下人怎么知道，轮不到你多嘴的地方就不要自以为是了。爷教训的事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东西。去吧。皇叔，你怎么了？小心隔墙有耳。王爷难道认识这个徐老板？否则怎么连他身上有什么玉佩您都知道？我要说我不认识什么徐老板，更不知道什么青罗玉佩，我完全是瞎蒙的，你信不信？皇叔，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别瞒着我们了。亏你还是顺国的嫡公主，怎么连顺国的四大家族都不知道？唯有长孙扼边防要塞，朝廷赐御察令，手握100,000大军。南有慕容控海上贸易，传播事务司平分官民利益，东有姑苏丁游牧民族，烈火军旗阻蛮夷入我国中，西有徐家震慑江湖，青罗玉佩一出一呼百应。不错，没想到这个徐老板竟是四大世家之一的徐家。青罗玉佩相当于武林盟主的玉印，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会轻易交给别人，所以我断定那个吴三儿是在诈我。王爷刚刚还说想和我们做交易的人多了去了，我们不是非要选择他，难道王爷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交易？吴三儿就是传说中的起死回生之人，能和他做生意还可以做什么？化骨香。吴家镇的吴三儿，四大世家之一的徐家，如果徐家也牵扯进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殿下，该有午膳了。哦，那你去偏殿把九王爷叫上吧。九王爷好像生病了。生病了？昨儿不还活蹦乱跳的吗？算了，我自己吃吧。哦，对了，你去大理寺让裴普和帮我办两件事儿。是。殿下，吴三已经抓回来了。很好，他知道不少关于化骨香的事儿，想办法让他吐干净，怎么着都行，别把人弄死。殿下放心，这个大理寺最在行。另外我已经封锁了消息，派人守在了吴家镇，只要等徐家派过去交易的人出现，我们就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嗯。皇叔不是生病了吗？今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殿下什么时候喜欢严刑逼供了呀？什么事儿都逃不过皇叔的耳朵呀。不是你告诉我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吗？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找你当然有事儿，我也不是闲着没事儿做。此次来呢有两件事儿。第一，萧何已经传回消息，萧湘梦的确在贩卖化骨香。萧何不是我的心腹吗？怎么消息传你那儿去了？不好意思呀，殿下，刚刚我在院子里射箭，不小心把你们的鸽子给射下来了。皇叔，你要射射点别的，别射我鸽子，养大一只不容易。这其二呢，我已查出与吴三儿对应的徐大老板就是徐月柏，是徐家家主的堂弟，其人心术不正。而且我还查到这萧湘梦的花椅曾是他的侍妾，5-6年前因为偷盗被逐出了徐家，此二人这些年还在暗中来往。这么说还是牵扯到了四大世家之一的徐家。扯上便扯上了呗。你说的容易，世家的利益和国家息息相关，父皇说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他们。这个案子也差不多了，只要能找到确实的消息，就可以定罪萧湘梦了。
爷，您不喜欢仙儿吗？难道是仙儿伺候的还不到位吗？爷，您家里有18房姨太，您对月月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是不是月月不如那18房姨太漂亮呢？当然不是，我家那18个姨太太，我天天对着，都腻味了，否则怎么会来找你们呢？哎，就是今天爷啊心情不好，没那个兴趣。为什么心情不好呀？啊，爷今儿钱包丢了，那几百两银票呢，是不是爷肉疼啊？这不是心情不好吗？来借酒消愁来了。哟，那小爷你报官了没有啊？几百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呢。哎呀，嗨，这官府流程太麻烦，有那时间不如找姑娘们快活快活啊。是是是，爷喜欢我们这儿的姑娘啊，就经常来。你们两个千万把二位爷给我伺候好了啊。是吗？好，你们玩。哎呦，宫里传来消息，狄公主昨天晚没有回宫，也没有去大理寺，可能来我们这儿了。去那家伙。是。哎，老爷，快点。哎呦，月月，哎呦，来，哎呀，那是不是我们也来了？哎呀，哎呦，你们干嘛呢？爷好不容易有点兴致想办正事儿，你们捣乱是不是？那个，那位爷呢？爷，屋里呢？哎呀，我说你们是不想要命了吗？还带人来啊？我们是没给钱还是怎么着啊？不是不是，刚才我们看见一个小贼往这边跑，怕是扰了二位爷。既然小贼不在这里，那我们继续下去了。走走走，快走快走！哎，你们继续啊！爷，爷没兴致了。你和月月，嗯，那月月把你，嗯，你别嗯了，你倒是说呀。殿下，你想太多了。别解释，我都懂。您不懂，奴婢没和月月干嘛？怎么可能？我都听到你们。哎呀，殿下，奴婢和月月一进房间后，我就把月月给拍晕了，后面都是我自己在。叫的，你想哪儿去了呀？那你哭什么呀？这奴婢羞涩了吗？裴不和，怎么样？人抓到了吗？殿下，我们的人守在吴三家，果然抓到了一个和他做交易的人，只不过那个人并不承认自己是徐月白的人，他说自己是个郎中，来取蛇胆泡药酒。他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不过也好，给你们大理寺一个大施拳脚的机会。这个还请殿下您放心了。九皇叔回来了。嗯，听说你们去潇湘梦了，可有所收获呀？收获倒是没有，而且差点被识破。哦，我们的身份是让探视司做过手脚的，普通人根本无法发觉，可是潇湘梦的花姨好像真的察觉到了什么。要不是我跟汤圆，要不是什么，我跟汤圆差点假戏真做，可能就……听说你连着几夜召唤无锡。对呀、啊、无锡生的面如冠玉，殿下怕是心动了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宫就是个爱美之人，这乌溪生得好看，本宫就愿意跟他聊天。爱美之心是可以有，但殿下究竟是爱美
还是爱？爱。我听闻殿下昨日喝酒撞到了脑袋，特意前来看一看伤得严不严重。你，要不然殿下以为我是来干嘛的呢？爷爷。哎呀！哎呀！九王爷又欺负您了，别再给我提九王爷了，再这样下去我早晚得疯。怎么，皇叔是自己赢不了自己吗？没有，在想些事情。该你了。皇叔，你好奇怪啊，你现在看着我为什么像看另外一个人一样？爷爷，我没事，那我先走了。
爷爷。这世上大概只有你让我都不确定我自己。听说端王来找你了。对啊，他说带我见一个人。如果他要找你办事，要思索再三，切不可给自己惹麻烦。知道了。照顾好你家殿下。好的，王爷。这傲娇的个性也不知向了谁。听父皇说，他父母脾气都好得很，一定不是亲生的。到了吗？这不到了。就这儿啊？是啊。谁呀？是我，楚月。我可没告诉他我的身份，姐，你可别说漏嘴啊。哦，好。彩儿，我和姐姐来看你了。姐姐好。不好意思。他生我孩子了？没有。你别骗我了，你从小就不会撒谎，一撒谎就不敢看我。我说你是不是脑袋糊涂了？你怎么能娶一个生过孩子的瞎子民女呢？不是，我喜欢她，我愿意把那个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来对待。姐，我最相信你了，能不能帮帮我？你想让他进府做姬妾？做什么都行，我孟楚渊一生只娶她一个人。胡闹。皇家颜面重于泰山，皇室血统纯正尊贵，你堂堂皇子大顺亲王，怎么能娶一个生过孩子的瞎子民女呢？这事儿我帮不了你，你自己去和父王说吧。她不是民女，她可是徐家的嫡女啊。两年前她下嫁于西州商贾，商贾府里的姬妾联合外人把她弄瞎赶了出来，后来我派人送她回到徐家，可那徐月白嫌她丢人现眼，又把她赶了出去。你不是和楚渊一起出来的吗？她人呢？跟我吵一架走了。哎，这情窦初开的少年呀、跟脱缰的野马似的，拦都拦不住。你什么时候也情窦初开一下？我也想看你像脱缰的野马。不过啊，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我已经派人去西州打探了，过几天就有消息。原来你也不是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啊。我就在想呀，将来楚渊要是娶不了徐江蚕，他肯定会怪我。管那么多闲言闲语干嘛？哪一个在风口上的得权者不是万箭穿心？其实在今天之前我都是怨你的。怨我？我怨你为什么在我不在的时候驸马一个拿过一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只允许皇叔留恋花丛，就不允许我招夫纳亲了。不过为什么是今天之前？今天怎么了让皇叔不怨我了？昨夜
我去了一趟宫里，找到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折子，是公国的暗探递交的。公国太子有意与你订婚，如果他们的国书递上来，顺国没有理由拒绝。可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很久之前的事了，没什么好说的。裴大人，草民实在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是呀，裴大人，十娘一直都在潇湘梦，这怎么就成了大理寺缉拿的要犯了呢？花姨的意思是在质疑我们大理寺的断案能力了。草民不敢。我们查到这杜十娘和京都一起有名的盗窃案有关，所以今天我们非带她回大理寺不可。十娘，你快如实交代呀。花姨，我真的没有。你放心吧，如果能够洗清嫌疑，我们自然会放你回来。走吧。果然是狄公主。你认识我？花姨把你的画像给了我们所有武妓，让我们小心些，如果看到你来，一定要提高警惕。果然啊，连深宫里面都有你们的人。你最好告诉我们想知道的，我可以派人安然地把你护送出帝都。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画骨香、潇湘梦、徐家，还有你们的真正目的。既然你们都知道徐家的事儿，那证明你们知道的也不少。所以你说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我们都能分辨得出来。我既然愿意说，那我就不会说谎。十年前，徐家大房二房争夺族长之位，最终大房徐松柏胜出。他对徐月柏和他争位的事情耿耿于怀，所以处处为难二房。徐月柏只能另寻出路，否则一家子都得饿死。所以说徐月柏就开始和潇湘梦合作，用画骨香敛财。等等，你说十年前？拿本朝来说，画骨香始于十年前，盛行于三年前，复燃于一年前。十年前的画骨香虽然只是在江湖中流传，没有闹上朝廷，但徐月柏却也在那个时候赚了不少，否则他不会直到今日还不放弃。那你知不知道潇湘梦或者徐月柏手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花姨的房里有一个秘阁，里面放着一本账本，记录着画骨香近十年来的销售。繁花落尽，卸甲归田。你所向往的？怎么可能？的确不可能。现在这个案子终于差不多了，证据也找了一大半，我可以将画骨香案禀告给父皇了。画骨香案查了这么久，也该结了吧？嗯。这个是我让他偷出来的账本，再加上吴三儿和徐月白手下的作证，现在啊，人证物证俱在。如果只是定罪潇湘梦，那我肯定就不犹豫了。可是你别忘了，跟潇湘梦合作的还有一个徐家，这徐家可是四大世家之一啊。我觉得铲除徐月白并非会得罪徐家，反而徐家还会帮我们铲除障碍。什么意思？你可别忘了，现在徐家的家主是徐松柏，他可一直记恨着当年徐月柏和他争夺家主之位，
如果我们帮他铲除了徐月白，说不定啊，徐家还要往国库捐赠力量。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徐月白的手中现在应该还有一本购买化骨香原材料的账本。账本？我让萧何去偷。别急，萧何可做不了这事，这事儿得换个人。谁？徐江才。姐，你把蚕儿接哪儿去了？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他接走的？他们说中午你就把他接走了，他现在在哪儿？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棒打鸳鸯那根棒槌了？是啊。姐姐懂得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道理，我虽然不太喜欢他，但是也不会过多干涉你们，我只是替你考验一下他。真的吗？不会骗你的，如果顺利的话，他应该已经回去了。好。来兴师问罪的，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啊。哎呀，终于一下结束了，也着凉了。我现在哪怕什么着凉呀，我简直是活力四射，好吗？父皇刚才在文武百官面前表扬了我，说要年后好好奖励我呢。别嘚瑟了，过了正月，所有在外地的房子可都要分。是吗？那又怎样？你的头号敌人安王也要回来了。所以呢？放心，他动不了你的。殿下，殿下，殿下，殿下！老远就听见你在喊了，整个东宫都知道你在找殿下，怎么了？礼部给殿下送来的选情花名册。是你选驸马还是我选驸马？怎么你比我还高兴？奴婢帮殿下高兴啊。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呀？殿下，你不看看吗？不看。看什么？选亲名单啊。这礼部的动作倒是挺快啊。桃园，把名册拿给本王看看。你想干什么？这燕燕怎么说也是在皇叔身边长大，你的终身大事我自然要操劳操劳。我先帮你甄选甄选。那夫。